个外国人对70年代中国城市和百姓生活的打量，34年后变成了老唐山人对自己故乡的重温。我不知道，假如没有这些照片，他们对昔日家园和逝去岁月的回忆会不会变得艰难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些生机盎然、洒满阳光的旧照，给老唐山人更多带来的是睹物思情的暗伤，还是噙含着泪光的微笑？但我知道，他们会感激这些照片，爱这些照片，就像爱自己的老家和亲人。我更知道，当他们把目光从这些旧物旧景上移开，重新站在今天的日历下，他们会获得一种新的力量和温暖。那是一种从废墟上站起来的力量，那是一种从故乡探亲归来的温暖。